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新影频道。这支影片呢，我们来讲是一个中共的贪官。我也是从别的影片得知的。我亲戚也是中共的官员，然后呢，我也接触他们的很多官员，基本上都是贪官。我是对中国贪官是非常了解的，没有手里没有一个不贪的，手里没有一个不干净的，没有一个手里没有一个干净的。我们老百姓啊，基本上都知道，没有一个手里干净，没有一个不贪的。我们的心里都知道，但是没有人敢发声。没有人敢说，只是我们私底下说，就是嘴上嘴说，但是网上却不能说。网上你说要抓的，就是，但是我们人与人之间说是没有问题的。还有就是，关于一个华夏奇闻那个频道里面，他说是一个女市长陪睡了40多名。贪官就是领导，所谓的领导，升到市长位置，一个三线的城市的市长，很差很差的一个市长。他是从大学毕业之后考公务员，然后考到法院里面一个小小职工，然后陪睡靠又那个又就是又就是勾引，就是勾引里面的那个法院院长，法院的院长，然后上位的，陪着40多位，他有一个就是自愿为引，就是为引就是自愿为引就是一个人。给好几个贪官、好几个官员、领导陪睡，就是自愿为引，他是自愿的。还有一些贪官就是三十多，有些贪官女贪官啊，30多名，陪睡，就30多名。还有个就是有一个女贪官是。一个女，就也是个公务员，然后在开会，然后那个所谓的领导摸摸，这他身上摸来摸去的，然后搞得那个女的就是很不高兴，然后下不了面子。后来那个领导啪的敲敲拍桌子，看什么看？你们都给我出去！我现在老子现在就要跑。操一炮，然后就这么喊的，然后这些官员就没有办法，只能退出会议室，然后当天就很快就把这个女的解决掉了，强奸掉了，所以是，哎呦，很垃圾，很垃圾。还有一个女的，我们来说一下，就是一个收养188米的孤儿的妈妈，她是以前她也是很穷，然后家里没什么钱，然后嫁给她老公，然后她这个女的她创业，创业之后，然后发家致富，创业大企业，然后赚了几百万，但是呢，有句话叫说，人有钱。男的就会变坏，然后这个老婆赚了有钱之后，然后跟老婆就是在外面，就是乱搞，然后赌博，然后把他钱就全都输光了，欠了一屁股债。后来没有办法就，他就跟离婚了，离婚了之后，然后就他的那个性格大变，然后他就把家里的别墅卖掉了，然后收养了188米孤儿，在农村里面盖了盖起一栋房子，
盖了栋房子之后，然后收养180米，18米孤儿，然后他要吃，然后吃嘛都要钱，都要 money 是吧？都要钱，那钱嘛就要，向政府申请低保户，每个低保户他要申请，他要证明，很麻烦的。然后，但是想为你的生活增添低更保多户点呢，事情。但是低保户呢，只拿到几百块钱，每个孩子几百块钱。你想想，几百块钱要吃读书，哪儿够啊？几百块钱，是吧？根本就不够的。然后他想办法喽，想办法搞更多钱，然后卖东西。还有就是她的男友有个矿，然后。因为收养180名，然后就建了一个大盖了一个大房子，然后大房子之后，然后收养180米的小孩之后，在当地很火了，很红了。红了之后呢，然后她男朋友的矿子就把名字就是迁移到他的名下。但是呢，当时得罪了当地的官员，因为当地的贪官，因为要当地官员要，把这块地卖给了，别人，然后就要建什么什么什么东西，什么房子啊什么的，然后他就不同意，因为这个矿很多的钱呢都是在这矿，赚来的。所以他很多孩子都要吃用，所以拒绝，然后一直只要开工，他就去现场去阻挠。然后阻挠的话，当时被判刑的时候也是一个案件。然后为了还有就是，为了给孩子领养低保户，做一些假证什么之类的。也是他判刑的一个原因，他叫李丽娟，爱心妈妈。然后呢，因为当地的贪官已经，当时火的时候已经把他当成眼中钉、肉中刺了，所以要把他除掉，然后要把他拆掉的。当时不同意，然后一直去现场阻挠怎么的。我说的不好是不好意思，我也说的也不是很好，然后当时我也记得一部分吧，然后我也没有写稿子，然后呢，后来因为阻挠嘛，一直阻挠，然后的，然后那个市政府啊，然后这些贪官啊，就说，不管怎么，一定要执行，一定要执行，不管怎么样，这个工一定要做，所以。说一定要做，然后呢，就是这个工一定，这个施工一定要开始，不管怎么样，不管这怎么阻挠，一定要施工，一定要把它这个建起来，他的房子啊什么的矿一定要拆掉。然后呢，然后这个李丽娟就被公安机关抓起来了，被迫害了，然后这被判刑了，入狱20年，罪名就是。扰乱公务啊，造假证，然后办理假的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地方物证什么，这些我刚才也说了，就是为了给孩子领低保户，领那个国家的，就是领那个低保户来帮给孩子吃用，然后就被抓起来判刑20年，我觉人家说。熟不熟，值不值？值不值？判20年？我觉得不值。为什么？凭什么判20年？虽然他有违法，办假证、刻假证，但是他也是为了给孩子吃，领低保户吃用呢，你吃的用呢也要钱，对吧？几百块钱还不够的，这个低保户的钱，人家美国给多少钱？
是吧？这100多个吃，一年360天都要吃用的，上学也没要钱，上学学费都多贵啊，吃用穿不要钱啊。118米锅啊，18米的孩子啊，118个孩子啊，李玉娟被就这样被中国贪官抓起来，被抓起来迫害了，判刑20年。为什么我也要说？因为我要把中国人坏，中国人所做的坏事，我都要曝光出来，我也要传播这件事情。贪官，中国贪官迫害老百姓。八九六四杀害屠杀老百姓多少？然后有为了他的欲望强奸女贪官或者女官员、女下属，是不是？贪污腐败，迫害老百姓，殴打老百姓，中共贪官就是中共体制内。这些官员、这些贪官就是这么一回事，人人都贪，没有一个不贪的。我告诉你，如果只要讲中国的贪官，永远讲不完，永远有素材，明白吧？永远讲不完，没有一个不贪的。强奸女下属、女贪官，为了女贪官，有些女贪官为了上位升职。陪睡几百名、几十名、30名、40名，这是几百名贪官，就是所谓的领导，就是说白了，领导就是比他职位高的，职位高的贪官呗，那他有权利呗，而且他们自己家里都有妻儿的，都结婚了，我强烈建议这些贪官。阉割，到太监，强烈建议。而且中国贪官干的坏事还少吗？如果中国贪官不倒不灭亡，中国的永远不会好。我就是这么说的，我实话实说的。中国贪官，中国官员没有一个好东西。我恨透了中共，恨透了中国贪官。我还是那么一句话，别让我拿到政权，然后让我拿到政权，我要通通把你们杀了。而且以前被迫害的这些警察，我要把他们全家都给杀了，全家，妻儿老小一个都不放过，全部杀光。谁要你拿我斧子？这个仇我一定要报，我一定要报仇，我一定要报。你以为这好，让你白白欺负，白白让你打啊？我让你付出代价。以前受的苦啊，被你抓，被你打。被你迫害，被你关在精神病院，我这些心里我都记着呢。你们所作所为都要付出代价的。还有啊，还有那这就是嘛，他们强奸是吧？还有拐卖儿童、妇女啊，很多事情，他所作所为干了很多坏事，干了很多事情。要不就这样吧，我们这个影片就到这里。喜欢我的影片，我按赞、订阅、点阅、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同时点一下小铃铛，我们下个影片再见。
那我们下个影片再见，拜拜。